这是一张拍摄于1936年的照片，斑驳的照片甚至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，但它却是渡河勇士们唯一的一张影像留存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，孙东宁都会忆起父亲孙敬先回忆录里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。大渡河这仗啊，是最紧张、最危险、最危急的，因为它关系到什么呢？关系到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。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，沿会理至西昌，继续北上，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蒋介石命令第二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从后追击，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阻碍筑堡阻击，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、汉源推进，企图凭借天险南攻北堵，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之南。前面就是大渡河，我们必须要过去。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，水深流急，两岸是险峻的群山，素有天险之称，历来被看作是兵家绝地。1863年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这里陷入清军重围，而全军覆没，留下那句大江横我前，临流何能渡的千古悲叹。72年后，中央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，同样面对着汹涌的大渡河，历史是否会重演？红军能不能顺利渡过大渡河？中央红军呢，跟石达开的情况差不多，前面有大渡河天险阻拦，后边追兵也就无路可走了。中央红军命悬一线，毛泽东决定以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，聂荣臻为政治委员，率领红一军团、红一师夺取安顺场渡口，为全军开路。1935年5月24日夜晚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在团长杨德志、政委黎林的率领下，冒雨急行军80多公里，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。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，对岸渡口由川军第24军、第5旅、第7团1个营驻堡防守。安顺场敌人当时警惕性不高，以为我们红军离这还远着呢，战斗很顺利，20多分钟解决了战斗。此时已经是5月25日清晨，天色渐明，红军指挥部决定组织一支渡河奋勇突击队，任务是乘坐仅有的小船强渡过河，占领渡口，为红军北上开辟一条通路。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，连长熊少林任队长，由帅石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。水面呢是急流漩涡，水底下是乱石暗礁，光靠我们战士是过不了河的。上午7时，强渡开始，突击队员在营长孙继先的带领下踏上征程。我军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，从西岸到东岸短短300米的距离，却是惊心动魄，险象环生。5月正值汛期，河水在大石头处形成的乱流把渡船卷入了漩涡，渡船如转盘旋转不前，而此处和对面的敌人碉堡只剩不到60米的距离。如果不及时的把这个船只从那个电磁炮处移开的话，那就成为敌人的火把。但是这个船呢，划到河中间的时候啊，我们一个战士负伤，同时一发子弹把这个船打个洞。我父亲当时也急了，大声喊：“赶紧把洞堵住，赶紧划船！”在南岸红军猛烈火力的掩护下，勇士们不顾一切的奋力向对岸划去。敌人是一个营啊，一线展开，在渡口有4个碉堡。虽然渡船靠近了渡口，顺利登岸，但此时情况更加危急。
川军组织了约200人，从后边的工事冲出来进行反扑。敌我兵力的悬殊，要抢占渡口，依然是万分凶险。当时有3门迫击炮，赵宗成连长亲自操炮，2发炮弹把敌人2个碉堡掀掉。这个敌人一看红军有炮啊，肯定是主力了，斗志涣散，就缩了回去。红一团17勇士在营长孙继先的率领下，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，夺取安顺场渡口，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通道。这张战事报完整地报道了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。他们一致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不怕敌人火力猛烈，不顾水急的危险，至高地表现了阶级战士铁一般的意志，火一般的热情，猛虎一般的勇猛，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个时期革命军人的血性与无畏。战后，红一团1营2连被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授予大渡河连荣誉称号。1936年10月，长征胜利结束后，来到陕北采访的埃德加斯诺，被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深深震撼。他找来渡河勇士们一起合影，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，二连参加了首战平型关、血战大龙华、激战黄土岭，解放战争中转战辽陕，攻打平津，参加大小战役1000余次，南征北战，所向披靡。如今，大渡河连每年都要挑选连队骨干，军事训练尖子，到大渡河畔寻根，追寻红色足迹，传承战旗精神。一支从战火中走来的连队，在和平时期，一代代官兵用优良传统建连育人，牢记战旗精神。2017年以来，连队年年名列旅军事训练比武建制连第1名。大渡河连官兵始终以更高的标准律己。荣誉战旗是我们大渡河连的魂，深深融入一代代大渡河连官兵的血脉，是荣誉战旗引领着全连官兵在强军征程中建功立业。我是一名军人，和平年代，祖国由我们来守护。在新时代，大渡河连官兵将继续用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誓言，继续发扬战旗精神，始终以更高的标准律己，努力创造无愧于党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。